亲爱的小伙伴，我是小薇薇。歌手的唱功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，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彩排全开麦的现场，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强大的唱功吧。张韶涵不愧为天后级的歌手，在冰天雪地的天气彩排，现场声音自带电音还稳如 CD， 这真的是太强了。网友称之为行走的 CD 的林俊杰现场全开麦彩排，不知道以为是演唱会现场呢，随便唱唱就这么好听，这让其他歌手到底怎么活呀？我为努力浇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，让我的激动在发觉，是不是我谁深萨顶顶彩排左手指月，歌声直指天灵盖。本来节目组要保密，这下好了，隔了几条街，路过的群众都知道萨顶顶和周深要合作唱左手指月了。有着 OST 女王之称的张碧晨现场彩排没有调音，没有灯光舞台衬托，只有她纯粹的声音和简单的拍摄工具，但是这样的纯粹的声音真的爱了爱了。乐坛铁肺小公主之称的邓紫棋实力真的太强了，除了杂音大点，人声和录音室版本几乎没有差别，而且彩排好几遍都不带喘的，真的太喜欢了。凤凰传奇的现场彩排太好笑了，梨花台上彩排唱完直接打断曾毅，曾毅好像被迫下班了，一下子就看清楚了曾毅的家庭地位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让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